又来到大挑战的时候了。重点是我看到他们说今天问题的那个方向啊，是可能对我比较有利。直接认输。为什么？其实你每天也会接触到一些新闻类的东西啊。就是他是这样子进，然后这样出啊。哦，今天是 A B 题。你干嘛啊？我国独立时大喊了几声 Merdeka？ A 七声， B 三声。A 七声，这我很确定。也太多声了吧？很确定，然后三下是不是很重要？这、啊、三次。跑步多久才会有效的燃烧脂肪 ？A 一小时 ，B 45分钟。A， 所以是找到45分钟。对，跑步大概30分钟以上，其实就有效果。就叫你不要小看美心了啦。在我国会规定孩子几岁必须要到学校就读 ，A 6岁 ，B 7岁 ，B 吧？没错，答案是 A 6岁啊！我们那年代已经不一样了嘛，跟现在。多少钱？猫山王？50块。50块是贵的。我们现在是问榴莲季节是在什么时候 ？A 这个现在已经一年四季都榴莲季了。反抗更多的，然后 A 是6月至7月 ，B 8月至9月，B 吧。答案是 A 6月到7月。为什么我好像每次都是8月的？我叫我们讲出5种不同的榴莲。耶、yeah, ，这题我们得分吧。香风榴莲还有。铝罐的容量是多少毫升？就是我们汽水的铝罐啊。A 250 ，B 325。325，我没有在喝铝罐呐、啊。这个很斤斤计较的。哦，你就会看。你会去看，你这样想，就是我的一罐500，你要买哪个便宜袋一点？真的。最后一题哦。人体最怕冷的部位是什么？头发。哎，很熟悉耶。脚。B， 耳朵。B 啦。对，答案是要弄到很热的东西要去，因为他不懂，要摸，反正要摸耳朵。怕冷，会掉下来吗？不是，因为耳朵的血管很少，所以血流量也是跟着少，然后热量自然也会少。今天长知识啦。